掌声欢迎。归我们节目五分钟，最多五分钟。前线直播巅峰。没事，各位员工，各位前线上，各位讲师，大家。好啊，代表点多来这边过来，咱就互动起来好玩。那么那多啊，咱其实多客户每天都是讲，方便的方法就是讲增加人才。增加人才就是讲有带动人才，就是带动商务，包括个人情况，包括大号。那么这个方法就是讲，需求比重，它会在往往会增加咱相关的人才。那么来呢，就是讲增加个人，就是不断的增加。那么不断的增加就是讲。那个有家族，阮我安尼去做呢，每一个月拢有两届的家族的聚会，大家做伙伫遐咧探讨，想大家遐咧研究，透过迄个聚会呢，会当大家更加来建立对大家上更加一个了解，甚至前期找到拢有邀请我去参加，大家做伙咧参加，甚至各有途径班。透过投经班，透过家属聚会，透过前年找大家大家聚会，甚至我们大家关心，咱就不断去增加。啊，包括呢，包括讲要不断去增加，就讲包括服务，来不断来来不断服务，甚至来不断服务，甚至到迎宾，像到新来，咱甚至咱去也迎宾，甚至包括不断的变化志工的活动。来参与等等等等的活动，参加这个志工来呢，一个参考别人成功的方法，包括以前咱领奖有成就来讲，在发礼的，我讲这方法有个细，个详细讲，来是讲参考人别人成功的方法来讲，咱是用共同的进步，我讲这细节呢。不管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平常讲上边那是用，啊，都有讨论出来的一个方法。那么还包括在会方面讲对接伙伴，那么对接伙伴包括在去发生危机，甚至都有带人值班。那么带人值班，包括讲咱整个可以分两类，包括咱素人教育分两类。那个有呢，就有自从2019年就有目标，咱到底要带偌济人，要请到偌济人，包括咱。啊！你有准备设立偌济方面，即拢是咱未来要今年的目标，包括讲带人进素人教育班，陪伊读四年，即呢，即拢讲一个队伍的方面的方法。那么来呢，包括咱心情的提升，即哩，啊，拄仔咱所讲拢是外口的队伍方面。那么咱队回到倒转来讲，包括咱队在心情，即哩外口有不同，咱队在矛盾。我告诉你，咱做在往头路，咱心情的提升就是哪，咱做在头路方面。啊，所以讲，而且呢，员工来讲讲能力的提升。那么能力的提升，包括刚才培训管理的管理培训，他带动的，包括讲咱头部的带动，班的带动，或者的带动，都是咱透过啥，透过核心，透过培训。那么呢，这个心情的提升，包括讲，得功而为，甚至经典恩爱加减爱化，包括咱作品，咱所讲的话要经典心灵，包括咱要达到心情的提升，咱爱啥？一般听课，时时关关注教，甚至安怎推温人格，这是目前咱学校内第十所来前辈教授讨论的种个方法啊。一个好文件的，这就不了，在后面。哦，大家好。好，那以我科学刚有讲哦，咱的组哦，拢是很小很小的组，所以伊讲的拢是足大的目标，伊是足细节。我第一组确实做会到的任务就是这個，所以就针对这的任务来分工来上。好，啊来，科学要开始哦。